可以了。开心吧，因为很久之前就想要化妆啦。我是用平常心去看他们的留言，因为我觉得不要那么在意，因为这样子会伤害到自己。有时我看到负评还是会在意，所以我决定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完美。我们是小孩子，做的也不是坏事，妈祖应该会同意给我们三个醒杯，但怎么求都求不到。老师仔细请示后才知道妈祖的意思，他觉得我们的拍摄大纲都没拟好，只是在到处乱乱拍。哎，刚刚做一个圣杯，看悲哀。跟伦伦的方式，我也很希望是用很正式的方式收他为干儿子，所以他有磕头，有吃我们家的水是吧？吃我们家的米，还有什么？穿我买的衣服是不是？就是一群台湾的几个标准的那种传统的礼。就是因为看别人常常觉得很羡慕。羡慕什么？就是别人一家都有爸爸妈妈。你就住在地下管线的香涵里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为什么养了一只怪兽啊？他毁了飘飘乐园耶！你们很糟糕哎！他长得好可怕哦！消防员还因此受伤了耶！怎么有一只那么丑的怪兽啊？对，就是这一台。可是为什么机器会讲话？啊！我在哪里？救命啊！刚刚说话的人是我，对不起，吓到你们了。我会让有疑问的孩子看到我，听到我的声音，我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哦。这面具实在超好用的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假面超人了。喵，请问可以借我假面少女卡吗？好可爱哦。借你。借给你。借你。昨天街道就会黏黏的，让打扫的清洁叔叔阿姨很伤脑筋，所以我们就减少撒糖果，改成分享更多有创意的祝福。这是我们每年一次热闹又丰收的回忆。天空真的会落下糖果雨哦。